中统主教的家属好像有分散在各州，如果可以上来的就上来。因为阮义工，阮义工上烦恼，哎呦，天主会是伊给那架大机啦。但是我们家人从来没有说，刚每当我卡细机耶，吼、哦，我们的祈祷就是祈求天主能派更多的人、更多的天使来帮助我们主教一起来推广教务，而在座的各位就是天主派来帮助主教的天使，你们说对不对？我们为我们自己鼓掌。当然他去升到台北当总主教，身为家属我们是更开心、哦、因为这个是给个鲁大机、哦、那我们知道我们的总主教这十二年来，因为有你们的陪伴，有你们的陪伴，大家一起成长各方面、哦、都成长得很明显。那随着时代的变化，我们刚刚都一直很修女啊，谁都我们都会，哎，他们年轻人做很多那个 PowerPoint。网络时代的来临，我们的传教也要借着这个网络。所以我们在家的时候，我个人啊，我个人常常会看到中统主教在网络上的新闻的时候，我个人都很感动。我拢有要流目屎，因为我感觉我家族内底有出一个主教，是阮家族的荣耀，是咱信天主的人的一个光荣。那我们也知道，宗主主教是一个什么主教？今嘛咱很通俗的在讲一个名词，他阳光主教不是，我要讲的是。他是不是一个最接地气的主教？对不对？我们会最亲。所以，你伊要去台北的时阵，咱遮个伊后头厝的人爱安怎？来个祈祷，来个鼓励，来个支持。所以，咱要用一首最接地气的一首歌来祝福他。来，我们一起伸出你的双手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，为天主的福音广传，拿这首来发表，立功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唱那个好不好？有人。
家这么大的一个鼓励，愿天主降福你们，天主的恩宠赐给你们。